看剧喝啤酒，看剧喝啤酒，好爽。我知道不该这么堕落，但是我还是堕落了。所以你真的胖了。胖了！哦，这个，哦，抓不住了，现在，因为你变重了。啊，脚点，操，我摸掉脚点，哇，抓不住哎。啊！好了，我承认我还有偷偷的慢跑一下，戴口罩慢跑，对，太痛苦了，我可以，哦，很痛苦哎，这个，我怎么觉得好像归零了？你的高峰呢？哎，真的是马上归零，你瞬间走下坡，对啊，没有，应该是我脚点选择的问题。到爆哎、欸！这啊没有，没有归零啊，刚踩错点而已，没错。三，哇，精湛的脚法出现了，好协调。突然动态了，我刚被你的三三三吓死，嘉登突然被吓到往旁，有一些你脚下那个要猜，有人他说他下来的时候，好可怜一点，哇，刚刚那几步有精湛哎！啊，这差好像不太可。你不是说要下来吗？这可能没办法。啊？这怎么没办法？你开口不是说下来才高？是先解还是先解一个坑？好，好，对，到他手。抓最浅的了，我根本抓最浅的。好，这个，哦，非常厉害。哦，这差好多哦，好，收成 take， 没有 take。
说。你不知道？哎、欸，干嘛？为什么还移动？哦，因为他不想往下掉。哎、欸，怎么差不多？贵很多啊！对啊，前个礼拜、前几个礼拜根本是鬼神的状态，鬼神。我觉得根本是鬼神的状态，我跟你讲。爬完了，爬完了。不能。哦，差好多、哦，什么鬼啊？用这边就好了、啊，冲到北大。好，加油，剩一步了。Nice。Okay。